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welcome to Chinese Pod. I'm Jenny.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高中级课程要看一个问题。Yes, it's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about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就是网瘾少年，网瘾少年。Net addicted youths. 对，其实这个在全世界我想都有啊，可是在中国，好像特别严重。对，我们这不是开玩笑，是吧？对，那今天我们的对话里面，有一对父母，他们的儿子就是网瘾少年。那怎么办？我们听了就知道。好。今年的五一假期，16岁的吴琼在武汉的一家网吧里玩了整整7天的网。不行，我明年要去北京陪儿子。算了吧，他都大二了，你就省省心吧，别管得太严了。我不去看住他，能行吗？你看你那宝贝儿子都成什么样子了，天天窝在宿舍打游戏。根本没心思学习，成绩肯定一塌糊涂。哎，还没到这个程度吧？你别不相信我说的，他现在已经上瘾了，我们再不管就晚了。你没看电视里的那些网瘾少年，不打游戏就活不下去，儿子如果那样就全废了。好了好了，你别这么激动，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要么我们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谈没用，他自从迷上网游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们说什么他一点也听不进去。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家长为了管住孩子去外地陪读了，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你说我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儿子沉迷下去吧？对，我们是得管，可是你现在在气头上想问题难免不理智。你想过没有，他住校你怎么盯住他？我去外面租房子，叫他出来和我住，而且家里绝对不装宽带。那他不在家的时间怎么办？这种硬办法不一定行得通，毕竟他不是小孩子了。不强硬怎么戒得掉网瘾？哎，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奇怪，净说风凉话。他不是你儿子啊？哎呀，老婆，你别误会，我怎么可能不管自己的儿子呢？可是我们得找一个他能接受的方式。他现在只接受网络游戏，不接受我们说的。总之，我已经决定了，明年就搬到北京去。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而且你跟他说过吗？万一……别说了，跟儿子的人生比，工作算什么？再说妈妈去管儿子还要征求儿子意见。哎，爸爸妈妈在看电视，我想做父母的啊，经常为孩子会很操心。那今天的爸爸呢，跟妈妈说，哎呀，孩子都大了，你就省省心吧，省省心吧。那这个词是省心。对，心就代表操心是吗？对的，所以省心呢，就是说你不要操这个心了。Like save yourself the worry. 对，那我们劝人的时候呢，要把省说两遍，省省心，你省省心吧。OK. 那还有什么用法呢？还有的用法就是当你不再劝人，不再 urge 别人的时候，你可以说省心。比如这个孩子很乖，很让人省心啊。OK， 他不让你担心。对，那今天这个孩子呢，他是喜欢上网打游戏，而且天天窝在宿舍打游戏。这个窝是鸟窝的窝是吗？对的。但这里是动词啊。他的意思就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一直留在一个地方也不出去。窝。对。So it's kind of like.To nest, and here it's more like to hole up. 对，就比如他天天窝在家里睡觉，或者天天窝在办公室工作，或者看 DVD. 对，都是很 antisocial 的。In one place. 对。Hold up. 那打游戏当然就是说的打网络游戏啊。OK. 那今天妈妈很操心，
爸爸好像还要劝他啊，不要那么操心。嗯，爸爸说，儿子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这句我觉得有意思。哎，没到这个程度。嗯。In English, we'd say something like,it's not that bad yet. 对，你们会直接说 not that bad. 但是中文里面没有 bad, 就是那个程度。对，我们就会这样说。其实这个程度指的就是没那么严重。And if someone says something that surprises you, like, whoa, it's that bad already? Then you use a similar pattern, right? 对，你可以说，啊，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已经到这个程度了。Yeah, so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if you try to translate directly from English, you'll end up saying something weird in Chinese. 对。You need to get familiar with this kind of phrase. 嗯，那我们再说一遍吧。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还没到。嗯，但是妈妈她就觉得现在如果不管的话呢，就晚了，儿子以后就全废了，全废了。这个废了就是浪费掉了。就是没用了，这个废是废物的废。那这个全是指他的人生还是什么？对，他整个人还有他整个人生全废了，什么东西都His life is a waste. 对，就成了一个废人了。Like a useless person. 对，哎，这样，但是如果你要骂人的时候啊，一个很没用的人，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是个废物，是个废物。Useless thing. 对。不太好啊，特别特别 rude. Jenny teaches us how to 骂人。哎呀。All right, not bad. 那 Jenny, 下面还有一个词我们想看一下，这个自从。哦，就是他自从迷上网游以后。那自从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就是从。对。但是跟从有点不一样是吧？嗯，因为从除了用在时间还可以用在地方上，比如我从上海到北京。啊，从这里到那里。对。但自从肯定是时间。没错，就是我自从来中国以后就爱上中国菜或者什么。嗯， OK, OK。时间观念，自从。那自从迷上网游，就是网络游戏以后，这个孩子啊就一点也听不进去爸爸妈妈说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This is kind of like what we say in English, goes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对。You don't say that in Chinese? 我们也说就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但是呢、okay. 一点也听不进去就是更严重。It didn't even go in. 对。So it can't come out. 没错。It's like the doors are closed. 对啊。一点也听不进去、嗯、那妈妈就很急啊，她说我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儿子沉迷下去吧，眼巴巴看着儿子沉迷下去。眼巴巴什么意思？其实眼巴巴看着就是说你看着一件事发生然后什么也不做。 So it's like helplessly looking on. 对，这个巴巴不是爸爸，不是不是。So eyes, 巴巴。嗯，看着。All right, it just means helpless. 对。Looking on helplessly and anxiously. 没错，眼巴巴看着。那后面肯定是看。嗯，或者盯着，反正就是、这个、用眼睛。对，用眼睛的动词。嗯。那眼巴巴看着儿子沉迷下去。那一听到沉迷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那这个沉是沉默的沉是吧？对。OK, 那迷呢？迷就是很着迷，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东西。OK, so it's kind of like sink into an addiction, like an obsession. 对，而且是不健康的 obsession. So 沉迷下去 it's like go on wallowing in this obsession. 对，那一般这种 addiction, 比如网瘾、烟瘾，还有赌博 gambling, 我们都可以说沉迷。啊 ,OK. 嗯。那么这个妈妈比较激动啊，对，她正在气头上，在气头上，气头，对 ，That's like some kind of anger. 这是气最高的时候啊、，So it's like at the peak of anger. 对 ，She's on the 气头，没错，在气头上就是说在你最生气的时候啊、，OK， 嗯，那通常这个时候想问题难免不理智，难免不理智 ，So。Hard to avoid being unreasonable. Double negative. Hard to avoid, 难免。对。不理智 being unreasonable. Double negative 就是一个 positive 嘛。So in English, we'd more likely say something like, it's hard to be reasonable. 对。
就是很难理智的意思。OK, 难免不理智。So, speaking of being reasonable, what does the husband suggest? 他说不要用硬办法，硬办法呢不一定行得通。因为妈妈想到北京去陪儿子，看住他，不能上网，不能打游戏。那这个硬就是强硬的意思。Okay, kind of drastic and strict. 而且很怎么说呢 ？Forceful. Okay. 就是不太讲道理。Okay. 这个叫硬办法。那通常硬办法也不太聪明啊，可能效果也不好。Kind of an overreaction, huh? 对，所以它不一定行得通。行得通 ，That's like 行。行就是能办成，对吧？行得通就是可以做得到的意思。可行，对 ，OK，然后反义词就是行不通，我们可以说硬办法行不通。可是妈妈听不进去爸爸说的话啊，所以他就说：“哎呀，我如果不强硬，怎么戒得掉网瘾？就是儿子怎么戒得掉网瘾 ？”OK， so 戒得掉 ，to be able to kick a habit， 对 ，an addiction， 对。那可以说戒瘾吗？不行，你一定要说戒什么瘾，比如戒网瘾、戒烟瘾、戒酒瘾。那么能成功的话就是就是戒掉网瘾，戒掉烟瘾。但是如果 you just can't kick the habit， 就戒不掉，戒不掉。好，这个没问题。我记得 Brokeback Mountain 里面那个人说I can't quit you， 我戒不掉你。然后好多人都觉得，哎呦，好肉麻哦。Oh man, so many of our listeners are going to be using that line now, Jenny. That is awesome.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句很好的话，净说风凉话，净说风凉话。那么风凉话就是kind of sarcastic。对，其实风凉话的意思就是你说的话让人家心里感觉很凉，很冷冰冰的。Discouraged. 对 So it's kind of like disparaging remarks. 没错。好，那这个净说呢？净说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全都是风凉话。 Okay, so is this kind of a set phrase then? 对，净说风凉话非常常用哦。那还有一个很常用的是净干坏事，净干坏事。也是一个固定的说法是吗？对。 Okay, 那么最后妈妈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他说我去管儿子，还要征求儿子意见，还要征求儿子意见。那么这个征求就是 like solicit his opinion。对，那么征求意见也是一个常用的固定搭配。OK。那往往是谁征求谁的意见呢？其实都可以啊，比如在公司里面，老板可以征求员工意见。员工也可以征求其他员工的意见。总之如果你想要这个过程很民主，你想听大家的意见，我们都可以用征求意见。OK， 我们 ChinesePod 也可以征求听众的意见。所以这个妈妈不太民主是吗？对的。可是她为儿子好吧，她也没办法。好，我们再听一遍这个非常担心的妈妈。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Get the Chinese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今年的五一假期，16岁的吴琼在武汉的一家网吧里玩了整整7天的网吧游戏。不行，我明年要去北京陪儿子。算了吧，他都大二了，你就省省心吧，别管得太严了。我不去看住他，能行吗？你看你那宝贝儿子都成什么样子了。天天窝在宿舍打游戏，根本没心思学习，成绩肯定一塌糊涂。哎，还没到这个程度吧？你别不相信我说的，他现在已经上瘾了，我们再不管就晚了。你没看电视里的那些网瘾少年，不打游戏就活不下去，儿子如果那样就全废了。好了好了，你别这么激动，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要么
我们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谈没用，他自从迷上网游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们说什么他一点也听不进去。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家长为了管住孩子去外地陪读了，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你说我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儿子沉迷下去吧。对，我们是得管，可是你现在在气头上想问题难免不理智。你想过没有，他住校你怎么盯住他啊？我去外面租房子，叫他出来和我住，而且家里绝对不装宽带。那他不在家的时间怎么办？这种硬办法不一定行得通，毕竟他不是小孩子了。不强硬怎么戒得掉网瘾？哎，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奇怪，净说风凉话。他不是你儿子啊？哎呀，老婆你别误会，我怎么可能不管自己的儿子呢？可是我们得找一个他能接受的方式。他现在只接受网络游戏，不接受我们说的。总之我已经决定了，明年就搬到北京去。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而且你跟他说过吗？万一……别说了，跟儿子的人生比，工作算什么？再说妈妈去管儿子还要征求儿子意见。哎，Jenny， 你不觉得今天的对话很夸张吗？一点都不夸张啊。你认识这样的人？我自己不认识，但是电视上看过好多，因为确实有很多网瘾少年，然后不打游戏就活不下去了。那现在中国都只有一个孩子嘛，爸爸妈妈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爱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You're telling me a parent will move to the city where their child is attending university, rent an apartment, make the child live with them and watch them and not let them go online? 是有这样的父母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网瘾少年的父母都这样，还是比较极端是吧？对，但是有很多这种戒网瘾的 boot camp， 真的真的就是没有网络，然后让孩子住在那儿可能两个月 rehab。There's capitalism for you.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但是我想我们的听众呢，其实都有一个很健康的上网习惯哦。不过也有人可能对 ChinesePod 还挺上瘾的。Yep, and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this lesson, come to ChinesePod.com. We'll also have a link to news stories about these real stories. 对，就是中国 overprotective parents。嗯，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021.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021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021.